机关畜生。
机关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他比我印象中还来得厉害，想看看李军是怎么改造的。我稍微有些好奇，控制的书还是一样的结构，所以，哎，夏丹，是他。夏老正不像是李军一伙的呀，上次还拆了他们的复魂牢。 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，有机会回御水去再问问他。多谢子胥，祝我军顺利攻下关卡。文书多礼了，只是举手之劳。既然过了关口，我们会继续往昆阳去探查绿衣女子的消息。届时战争若起，可得请诸位多加注意。明白。文书征战沙场，也务必要谨慎行事。 毕竟，胸怀天下之人，可不能在此就败下阵来。那是当然。